我那怎么不会呢？哎呀，那个涂骹也歪翘啊！哦，准哦！好准！这只我很准嘞！哈哈哈！有嘞！那一只，我刚刚接得很准。我刚刚要喂另外一只，就结果被另外一只拦截。真的哦，你看他拜托拜托。监视可能比较便宜吧。有可能，因为另外一间是有缆车啦，还是这他这一间接近洞，哎呀，有啊，咱不是伫个迄个遐看到。嘿嘿嘿，你爹多可爱！那边我丢不到，不要一直跟我招手。慢点，例如这一次看看。太远了。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他直接嘴巴有龟耶。对，不知道是你丢。